英雄联盟。真是寒冰辅助啊，是啊。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还给钱了呢。面对的寒冷和困苦，我将教会他们和平。打起精神来，一定就是寒冰血脉。偷点钱。这么玩啊，我跟你们说，先 W 这里，这里没有人，过来插个眼，然后我们走，假装走了，一会儿对面打野过来打野，我们一个 W 把他红给他抢了，知道吧，尝试一下看能不能抢得到啊。我是弗雷尔卓德人，家人和部族。等一等啊，看看能不能抢得着。呀！哎呀，这波不亏啊！啊，这波不亏。权志龙老板说亏了，再来一波，行吧？那再给你来一波吧。银马拉了，我们谢钻啊。给他一个人头没有关系，金克斯下面玩的也比较舒服，马上升二了，这都别往上上，别往上上，你为什么非得让人耗血呀，没啥意义呀，这对不对，哎呦我这塞纳的减速，来打呀，漂亮，十个药好送，好送，呀，哎，回家。呀，我没开抽奖吗？当前正在进行抽奖。来个什么呢？这把呀，这把先来个这个。谢谢改名开过船，感谢七舅老爷7分钟开奖啊、哦！两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1/2的中奖概率。等我，随便打，别被耗血。看看有没有人啊？就打他们家塞纳啊！你别跟我打泰坦呢，你打塞纳呀，你打 ADC 他 AD 不吸不死了吗，不行，这不灭虽然说是挺幼的吧，
干啥呢？哎，勾引成功，嘟嘟嘟，嘟嘟嘟，飞一下 ，W 一手，眼上蹲呢，喜欢蹲是吧？补车呀！嗯，这银马啥意思呢？哎呦，这没死啊！哇，人有点多呀，这怎么复仇之矛跑过来了呢？我天哪，上单来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哟？我们现在好肉哦，他俩想秒我秒不了，我血太多了，他们只能秒着金克斯，我1200多的血，我比这泰坦血都多。这也不好使啊，这英雄技能太恶心了吧。咱们直播间还有个1000块现金红包的抽奖啊，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现在是50%的中奖概率。别怕，我马上溜，不用害怕，他们家卡牌被卡萨丁卡中路了，我马上升6啊。好杀呀，为什么金克斯不放夹啊？在我大他的时候你放夹啊，别动啊，别 A 他，他干嘛？我死没事，你走吧。哦，这人也太多了，怎么老打麻将啊？这打个下路可太难打了吧，天哪，感谢如初蒸面包，哎呦我的妈呀，谢谢改名开过船，这人可太多了，我天！哥哥，你打的是五度啊？可以打，中。谁打谁打，打不了减速，哇，俺俩这技能空的呀，说句实话空的是真歪，这波本来都能死的感觉太歪了，这
我大空了，你大也空了，怎么的又来人了？你们啊，我真是服了，你打个下路这么难打吗？这快走快走快走，这又来人了，这指定来了，百分之百来，你瞅那泰坦直勾勾的像鬼似的，百分之百来人，好难玩啊，这下路能不能来点人儿？你们谢谢毒狗都没好下场，还有59秒开奖啊，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能不能来点人，能不能来点人，这太难受了，干哈呀，法外狂徒啥天来呀，法外狂徒中，上瘾了是吧，没完没了了呢，还真没完没了啊，一顿抓呀，这样哎上当了，来卡牌指定有闪现，你看他那直勾勾的样吧，漂亮啊，谢谢老板们的飞机儿，这把来个水银海，恭喜用户94392323。你来，你把他眼 A 了 ，A 眼儿啊！看看他人马搁哪啊，讨厌！人马搁上路，支援一个大。能不能中全看造化，有点难受啊，这打不了一下，我们就干着塞纳啊，保护一下金克斯，泰坦勾着他俩不杀金克斯，他俩指定是打不过。有没有加血、啊？你打塞纳呀，你别打那泰坦呢。俺俩不能打泰坦，俺俩打泰坦那不精神病吗，让人家搁后排在那虚区，对不对，看看啊、哦、来个香炉，我操有那味儿了，有那味儿了啊，龙又没了，空调龙啊兄弟呀、啊、
俺俩都没大，这波不是那么很好打。我们两个都没位移，他有点好勾，你知道吧？打不了一手，再打不了一手。哎呀，慢慢耗吧。能打，等你大啊！杀塞纳，杀塞纳！别搁那点泰坦了，老点着泰坦干什么玩意儿呢？你说？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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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板鞋来了，滑板鞋来了。能打过他吗？那不扯犊子呢吗？哎呦兄弟呀、啊、别追了别追了别追了，哎呦我操，好赛的连招，自己不会跑，那我看他跑了我总不能卖他吧，我们有远程技能的英雄我总不能把他卖了吧，你说对不对？他不走我肯定得跟着他走啊，我肯定得保护他一点啊，你说他不走我给他撇两个减速也是好的呀。哎，无限打不了，哼。哎，干哈呢？哼，你是精神病啊！我一看呢，你犯病了是吧？还要勾我？这是不是有点拙了？你看看，神与灵指引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属于我们自己。那吸血鬼零四幺凭啥在这待着？那吸血鬼怎么跟四幺零似的呢？快点发木发木来，保护你点。小龙这波先回家啊，先回家把眼儿做了，把香炉出了，这波我们肯定赢。巴瓦罗萨女神，我自称天道大师。打小龙之前打野死，确实是。这不三条龙了吗？耗一耗吧，这这也没法去呀、啊。
哎，你说这单枪有意思不？自己死了点我，你说你打龙之前让人给抓了，跑过来点我。这蓝枪挺有意思啊，你不像个人类，我发现呢。给我杀他来！我本来我不想要的，你知道吧？但是实在没办法，你打不死他，那就只能我杀了，兄弟。那就只能我来了。等卡萨丁发育吧，卡萨丁挺肥的。你看那蓝枪像精神病似的，真的就是精神病，纯是精神病啊，犯病了。还有这吸血鬼，哎呀我操，一个一个送。我其实就在纳闷一个问题，是不是不死就是有点难受，就是是不是不死就难受。你看这吸血鬼没，就是我真的就觉得他们不死就有点难受。那打上了，那你咋整？你是给视野吧，中。那金克斯往人泰坦脸上走，啊？人马呢？干哈呢？这是啥意思啊？回家。这波呀，这波给大家来一个。给他们来个青雨吧，暗影扩建也行，这把先来个这个，先来个减治疗的，再来个这个，先整个死刑宣告，整个青雨，大面具啊，大面具有点二了，大面具就算了吧。强者理应行不可行之事，好像行，可以来个大面具啊。我给你射中他，其他的看你自己了。啥意思？追！闪现刀 ，W 他。哎，慢慢的 W 他。这是一波三打五啊！继续啊！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能不能走看自己，好吧？赶紧小龙，快快快快快！第四条小龙刷了。
快快快快快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队友呢跳弹哎呀我操龙魂了你看那龙魂之前啊就非得要死一波就硬死你知道吧其实我们家这团战打的随便打基本上是那龙魂之前就非得要硬死这蓝枪子也不知道干哈整的一会儿大龙还丢哎呀这是玩辅助吧这确实就是难受不听你话你其他的时候你要想死你都随便死像龙魂这种东西它一下就没了你知道吧只有人头无限有但是龙魂不是一直有的龙魂只有一条它可以为你增加战斗力你后期你六个身装我说实话你就连滚键盘就像个人都能行给你上单你不玩他又没早说他也不早说呀你干哈呢你干哈呢给我一波能不能能不能一波卡萨丁是不是16了基地爆炸一波游戏结束拿下拿下兄弟们